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标股特快车》，我是王明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呢、啊，台股小跌11点，盘中小跌44点，看法没有改变啊，留下影线拉尾盘啊，来，一样啊，标股一档接一档，有没有一棒接一棒？而且每一棒都是强棒，今天。再下一层还没赚的，请你跟上脚步。再强调一遍哈，我从来不跟各位玩文字游戏，看图说故事，每天纸上谈兵，你永远赚不到。一定是领先市场精选标股，真的让你看到、买到、赚到。当你可以领先市场，就能买哪里，你自然能够买在起标。店啊，所以说我们给各位的东西很简单，三大保证：保证带进带出，买得到卖得掉；保证绝不凹单；保证所有的操作一定有凭有据。你收到啊，跟我收到一定是一模一样的，这样够不够清楚？如果你连一张股票为什么会飙你都不知道，在哪里的你也不知道，请问你告诉我，光每天看图说故事，画两颗圆圈圈。上面叫压力，下面叫支撑，谁不会？每天啊，在分析行情，分析个股，甚至分析族群。我每天分析不一样的东西，当我讲对了，我就拿出来讲我的股票有多标，对你有什么意义？你永远赚不到哦。这样听得清楚吗？我要给各位的是什么？我还强调一遍，我们所有的操作都一样的哦。我们给各位的是。100%的实战，我不看图说故事，没有纸上谈兵，没有模棱两可。我所讲的每一句话，就是我们所会员所操作的每一件事情，这样够不清楚？今天跌11点哦，标股一棒接一棒。来，如果上礼拜。指数在高点，在大涨79点的时候，你有卖股票？请问你告诉我，你现在会不会怕？我恭喜啊！28，我讲什么？早盘受到欧美股市激励，跟着开高了哈。那我们利用这个开高，带你卖股票，该跑的，请你赶快跑一跑。你说对还是错？就算指数在平台整理。你仍然能够赚大钱啊，所以说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：指数没有涨，你赚不赚得到钱？你当然可以赚大钱啊，只要你买对，只要你掌握了转折，来，该跑都跑了，现在你只等一件事情，杀下来。那杀下来可以做什么事情？我们又可以轻松低阶飙股，所以说要不要害怕？不用害怕了啊。我们在等的就是这个，有啊，6月1号，昨天礼拜一，台股暴跌111点，收盘大跌75点，急叫叹，而且乐观其成，绝不客气，你大跌我就敢大买，好不好？来，你一定会怕哦，你一定说老师啊，今天还在流呢，早盘还跌41点呢，收盘还跌11点呢，不用害怕啊，台股下杀剧烈水叫。不用太担心，我们布局的那不是电动车啊，啊，就是近期啊聚焦的防疫概念股。那这个我要先提一下哈、哦，防疫的部分你有赚到的要先跑哦，因为这个是很短很短的消息面的东西了哈、哦。来，重要的是这一块电动车，所以说呢。在台股在杀，最近这一个礼拜在杀的时候呢，我们照样强势表态，还是一样哦，逢低布局，不用怕卖得丢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在等的就是大跌，我们在等的就是标股，所以说只有大跌你才可以买到标股。有哈，5月21号台股暴跌，我请你买联仓，为什么买联仓？很简单，台股暴跌149点，联仓。暴跌完走平，准备喷出，全力买进。哦，我不是在这里买哦，不是在这里买哦，不是在这里买哦，不是在这买哦，是在这哦，我只在这里买哦，参考我清楚。买完之后狂飙，
再飙，你不用管台股跌几点，你不用管台股有多弱，飙了两天之后，干脆直接涨停板，飙到涨停板之后，干脆再喷出，还没涨停，不用等到涨停，我请你把它卖掉。连昌又快要涨停板了，全数获利落袋，你加。我是股票跌下来才告诉你我卖了吗？那你看我节目，你来得及跑吗？你当然跑不掉，对不对？再强调一遍哈，看得到、买得到、赚得到，我给你的是100%的实战，没有模棱两可，绝对是斩钉截铁。安有清楚不？请问你有没有大赚？这样你有没有大赚？赚钱放口袋，我们赚到的都是现金，参考不清楚，一样哈。那你既然赚得到，你何须去赌行情？掌握行情，赚到手抽筋了，有嘞？指数上万点，你有赚到吗？那为什么你会赚到？很简单啊，在跌的时候你要敢买，喷出的时候你要懂得卖，你要懂得卖。为什么你能够赚得到？为什么你买到飙股你却能够赚得到？很简单，有买有卖，当然赚到。我不需要数涨停，我不需要告诉你我怎么做的，因为这个你都会背了，你也赚到快翻掉了。我不讲过去的了哈，包含一个月前我跟你讲的股票，跟你讲的要小心要留意的股票，请问你跑了没？我不要点名了，我就讲宏达电就好了，因为我相信市场上所有人都不会有宏达电，应该不会有人有宏达电啊。如果有的，我相信你也不是现在买的了哈。请问你告诉我，什么叫便宜？如果股票可以一再的破底，那我告诉你，它永远都是贵的。就算有反弹，我也不会带你买。这样够不清楚？那你有宏达电怎么办？找机会想办法把它卖掉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要买的是未来的主流，未来的黑马，这样够不清楚？我不跟你讲过去，输家才会强调过去。赢家会告诉你现在要买什么，未来能赚多少钱。未来要买什么？买普瑞，半年大底起标点，我带你买。节目上公开预告，绝对没有遮遮掩掩啊，也绝对不是让你慢慢猜，送你一张纸，里面藏了一堆股票，然后让你慢慢猜。等你猜到了，等你买了，我告诉你卖掉了，那请问你告诉我，你要这种东西干什么？哦，所以说我不会做这种事情了哈。来，我们给你的是什么？够不清楚，一定是100%。公开预告，相信你都赚得到。买完狂飙，而且大赚，我不止大赚，台股暴跌。我们屹立不摇，我们照样大赚。我还请各位跟着我们一起来普瑞，很清楚啦，我请免钱。然后呢，老师啊，开高走低呢，我照买，我继续买，我再加码，放完假回来狂飙11.5，再狂飙11.5，隔天再狂飙16.5，再隔天再狂飙13.5，啊，赚到快翻掉！我请你普瑞卖股票，飙到355块，赚够了，请你先获利落袋。不好意思，这绝对不是最高点，这江波图呢啊，这里只有356，当天的最高点也不是356，是356.5。那这一波的高点在哪里？360几块哦，保证你卖得掉哦，你还可以卖比我高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要卖？很简单啦，我不赘述了，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，过了5000你还在普瑞，不会太慢吗？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哈，已经过了5天了哦，请问你得到什么？你什么都没得到哦，现在剩下352哦，过去这一个礼拜不管哪一天你都可以卖得比我还高，可是如果你还是没卖了咧，5天过去了，你什么都没赚到，你少赚了3块钱，
我们早就大赚出场了，不用多，十张大赚47万，庆灾坦。我们请你把橘子换掉。你五天什么都没赚到哦，过了五天，指数股价还在这里哦。我请你把资金换到橘子，苹果如果绿了没有关系，买橘子，大赚橘子，收到最高。隔天我跟你讲，刚买的橘子可以获利落袋了。赚钱速度超级快，够不快？够不简单？我靠，看头看明。那为什么要卖？很简单，看到下一档马上出击，合同买进底部刚起标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起标点？是不是起标点？很简单啦啊！恭贺继橘子入袋后，换合同狂飙。接棒火山爆发，亮灯涨停板，续报就好。赚完普瑞，赚橘子，赚完橘子，赚合同。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：你等到今天，你普瑞爆出什么东西出来？什么都没有。你浪费掉了五天，你浪费了一个礼拜，只为多赚一毛钱、两毛钱，可是你什么都没赚到。因为今天收352，可是如果你懂得把普瑞卖在高点，大赚普瑞，再赚橘子，接着赚合同，我都是事先讲，而且公开预告，合同接棒亮灯涨停板，为什么会飙？很简单，电动车加防疫概念股，那你不用担心买不到了。我老师想买几张，想买几张就买几张，你不要跟我说，你不要跟我讲你要买10000张了啊、哦，只要你要买1000张以下。任何一个人随便你买，因为成交量随随便便都是10000张以上。来，6月1号，礼拜一，台股暴跌111点，照样狂飙，急叫叹。6月2号早盘，台股又跌了40几点，免惊，连喷3天。我从来不是股价跌下来才在跟你马后炮。哎呀，它跌下来，我们早在2天前就叫你卖了，绝对不是哈！你看我节目看了那么久了，合同连喷3天，先落袋。1714合同从上礼拜飙到现在，此处获利落袋。从上礼拜飙到现在，此处获利落袋，3天又飙了2根涨停板，请问你赚到了吗？我只想问各位一个问题，你做股票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想要买标股，你买到标股，你要买标股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赚钱，没有错啦啊、哦。那我问你，3天标了2根涨停板，可不可以先卖掉？当然可以啊，3天2根获利入袋。好、哦，为什么会标？很简单哈、哦，防疫概念加上电动车双主流，如果你不知道它为什么会飙，你敢买吗？你敢买吗？你敢买吗？所以说，任何的所有的操作一定有所本。当你知道它为什么会飙，而且领先市场，你就敢买。我们所有的操作都叫做实战，不是看图说故事，不是纸上谈兵，不是跟你讲产业，等它飙了，通通都是我的，我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的啊！公开操作，实战操作，让你看得到。买得到赚得到，那请问告诉我，合同为什么会飙？一个叫做亚洲最大的清洁剂大厂 MAS 概念股，防疫概念股，一个叫做电动车，那这个才是主角呢哈，这个只是配角，对不对？那我可不可以找到另外一档，同时拥有防疫加上电动车概念股？当然可以，如果我找得到，那为什么不可以赚钱卖？卖掉。合同一样哦，这叫康舒，一样是云端，一样是医疗，一样是电动车，可不可以买？可不可以买？我什么时候告诉你？很清楚哈、哦，来，啊，不是合同了哈、哦，你加，上礼拜带你先卡位，这个礼拜带你再加码，今天喷出来，这是昨天哈、哦。上周刚布局的电动车加云端康舒准备发动了，
新会员还没有的赶快上车，赶快买进，全力买进。6月1号礼拜一昨天暴跌111点，你依然能够大赚。你不只赚合同，你要赚康书。台股暴跌照样大涨，照样大赚。今天狂飙，今天喷出，今天火山爆发，请问你赚不赚得到？只买在这里，只买在起家店，是不是又跟合同一样，买在波段的底部区，再大赚？今天康书照样狂飙，昨天台股暴跌飙，今天再喷出，请问你有没有大赚？一棒接一棒，还没赚，跟上脚步，给你最大的帮助。锁定下一档，再大赚，还没赚的跟上脚步。进广告。10岁以上女性应注意更年期及免疫力下降问题，年纪增长免疫力降，可能引发皮舌剧烈且长期疼痛。爱自己，保健别忘停看听。听着你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您准备好了吗？为了您的荷包，为了厘清复杂难懂的趋势，心态一定要改变，改变才有机会，改变操作迷思，投资才会赚钱，让您稳健获利，这是我们的承诺；让您安心操作，这是我们的保证。马上接通电话，改变你投资的命运，02-8101-0600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哇！哇！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就是这么方便，全国最大家具馆，很大很好逛，精品家具一次都能买齐。大都会国际家具馆春季三重送，现正实施中。水也要钱，电也要钱，还要缴电话手机费。妈妈，我的学费不要钱？哪有这么好的事？因为有5岁幼儿免学费的政策呢。那私立幼儿园也有补助吗？念公立免学费，念私立补助15000元。哇哦！年所得70万元以下家庭另有加额补助呢。要去哪里办呢？幼儿园就可以帮你办。快乐上学去！欢迎再回到现场哦！想清楚，只有谁可以帮你赚大钱。再强调一遍哦，你将来有多少钱，决定在你现在的决定。赶快100万，买到赚33%，买唔到了33%，一来一回啊，只要一个月错对赚33%，133万嘛，做错赔33%变67万，一来一回就会相差一倍。可不可以做错？绝对不能做错哦！所以说强调一遍哦，再讲一遍哦，一定要领先市场。当你可以领先市场，真的能够买到起标点。所以我们不跟各位玩游戏，不跟各位看图说故事，我们只告诉各位，我们只给各位这个东西，三大保证，相信你都会背的啦哦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操作一定有依据，所有的进跟出一定有证据，才是获利最大的保障。有没有道理？够不够清楚？很清楚啦哦，不是每天看图说故事哦。所以我们所有的操作都是100%的实战，我们所讲的就是我们会员的操作，这样够不够清楚？这样够不够明白？需要看头看面吗？需要送你一大堆的垃圾吗？拜托给麦哥赏啊！我猜不到，猜到了你又说你卖掉了，对不对？很简单啦啊、哦。那油田全市场谁赚最多？很清楚了啊、哦！今天不会有人跟你讲油田，可是我如果现在跟你讲，我们油田又大赚了，你一定会误会。好，拍谁哈？我不是每一次都做对了啊、哦！这一波大赚卖掉，小赚卖掉，
做错，我一样卖掉，我不凹单的，但是我会帮你讨回来。请问我有没有帮你讨回来？5月21号，台股暴跌149点，机会来了，我带你买，因为我讲过，我说过的话，我会做到，因为我要帮你讨回来。DJ 油田买进油田，5月21号，5月22号，油田杀到30块4，没有人要。请问你告诉我，跌到30块4的油田，会有人想买吗？根本就不会人想买哦。我带你在家嘛，我们要加倍奉还，绝地大反攻，一定要买，全力反击。如果这一波你没赚的，这里要不要赚？跟上脚步，你就会大赚。5月15号，礼拜一，台股大跌49点，涨，再买，再加嘛，买到满档。5月16号，礼拜二，油田涨停板，续报。5月27号，油田再飙涨停板，续报。5月28号，礼拜四，油田再来半根涨停板，卖。当天我怎么告诉你的？生物辨识超级飙股油田又飙到创新高，你可以在这里先获利落袋，先把这4根涨停板收起来。另外，手中的波段单，所有加码单都卖掉，只留波段单，因为我认为它会创新高。那既然它会创新高，我波段单根本不用卖，我只需要把加码单的4根涨停板先放到口袋，这样够不够清楚？而且我随时会买回来，我卖掉，我下一个动作就请你买，在哪里买？一大早9点22分，我请你挂单。哦，我不是每一次都挂单的啊，可是只要我可以找到它的最低点，预测到它的最低点，我一定先挂，等它来。33.5块到33.7可以买回多单，请问你认为他买得到吗？是5月18号礼拜四高点卖掉，最低点叫33.55，我们一大早卖掉9点22分，请你挂在33.5到33.7，保证你一定买得到。你不要跟我讲说你买不到33.5。33.55买不到吗？33.6买不到吗？33.65买不到吗？33.7买不到吗？不管你买在哪里，通通都赚钱。而且当天买完了，收盘马上就赚钱。隔天又开始涨了。当台股看到你看到台股暴跌的时候，哎，又大赚了，只有大赚。然后我们再请你把它卖掉。我一定先讲，绝对不是跌下来才告诉你。会员将上礼拜33.5到33.7的价差单在这里，哦，当天是飙到，昨天是飙到35.7，再次获利落袋，也就是说你已经赚了5根涨停板的价差，这一波段单还是不卖，有没有绝地反攻？神无辨识的第一主流，到王牌中的王牌，到昨天创波段新高，果然是王牌。那王牌，如果你不会操作，顶多赚3根涨停板。如果你会操作，你已经把5根涨停板放到口袋。也就是说啊，不会做的只赚到账上只有3根涨停板，会做的你账上不只有3根涨停板，你口袋已经塞满了5只涨停板。请问你赚到了没？那为什么我这么看好它？很简单，这。哦，它是未来的趋势啦，哈，一有机会，当然我还会再买。同样道理，其他我不多说了啊。三方怎么带你赚的，九正怎么带你帮你赚的，你都很清楚了哈。最近行情不好做，我知道，我帮你赚价差。连仓台股暴跌，买进狂飙大赚出场。普瑞买在起飙点，火山爆发，请你大赚出场。过去5天，你就算抱着，你一毛钱也赚不到。但是你可以换股，换到橘子赚橘子，换到合同赚合同，3天再来2只。请问你赚到了没？那为什么会飙？防疫概念加上电动车，我帮你找到第二档，康舒。有哈，康舒，狂飙买进，狂飙，今天火山爆发，对不对？哦，那立凯可能没时间了哈，再强调一遍。
我的看法不会变的。我每天追踪，我持续看好，我赚完还要再赚，还没赚的跟上脚步。再强调一遍哈，我们的操作叫做100%的实战，我们带你一棒接一棒，一档接一档，还没赚的跟上脚步，给你最大的帮助，如量大赚，拿起两个让民众两胜利，让民众帮你赚大钱，祝你操作顺利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国派亲密窗专利复合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，国派亲密窗298711111，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您准备好了吗？为了您的荷包，为了您心复杂难懂的趋势，心态一定要改变，改变才有机会，改变操作迷思，投资才会赚钱。让您稳健获利，这是我们的承诺；让您安心操作，这是我们的保证。马上接通电话，改变你投资的命运，02-8101-0600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响应全民节电行动，哇，夏日清山，清凉就像汽水，清凉就像微风，简单穿着，冷气调高。